接下来关心网球消息，在新加坡举行的 WTA 年终赛，我国姐妹党张佑然和詹浩琴在双打四强战连丢两盘，不敌大会头号种子，无缘争冠。姐妹俩在四强战的对手是瑞士公主 Martina Hingis 和她的印度搭档 Sania Mirza。密辛佩今年合拍之后所向披靡，詹佑然、詹浩琴和他们交手五次，仅仅拿过一胜。这场四强战依旧无法突破，整体的一发赢球率不到五成，最终是以4-6和2-6败下阵来，无缘挑战年终赛双打冠军。